一勺花生油，再来点葱花。咱们看看炒腐竹芹菜的制作过程。山东大集上面炒菜都炒得特别快，剁肉还搁得倍儿全，辣椒入锅爆香，芹菜腐竹入锅，这小火是真好呀！再搁上一勺水，再搁上一勺醋。山东大集上面炒，这炒菜为什么都搁醋、搁水呀？这炒菜为什么都搁水、搁醋呀？一大桶的蚝油，也搁点柿子椒。出锅，啊，一个菜一炒。